走进萌宠世界，发现更多乐趣。Hello， 这里是萌宠俱乐会，我是小小。弱肉强食，适者生存，一直都是大自然中残酷的生存法则。视频中我们看到一头大象正站在河边喝水，而身边没有一位同伴。很快一头狮子就盯上了它。经过一番打探后，狮子终于下定决心扑向大象。没过一会儿，狮子的同伴也赶了过来，这一下大象小命不保了，最后就这样成为了狮子的午餐。处于食物链底端的动物们就是如此，每天都要面临着掠食者的捕杀。视频中一群狮子正在路上悠闲地走着，下一秒一头小鹿直接扎进狮群，场面瞬间失控。而狮子们看到小鹿后就抱着一顿撕咬，估计这头小鹿是被其他掠食者追杀没办法才冲进狮群的。不得不说，这头小鹿真是太可怜了。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留言互动，小小会每天翻看留言区回复哦。